曾演出韩剧《环抱太阳的月亮》的男星宋在林，8月9日在香港举行首个粉丝见面会。人气强劲的他吸引了400粉丝捧场，跟其他韩星的见面会一样，宋在林也大送福利给粉丝，跟他们跳圆舞曲和一起跳绳。宋在林还特别演奏一段萨克斯管，看似非常专业。시작한지는2년정도됐는데이게작품을하다보면은꾸준히못하게돼요그래서띄엄띄엄 곡하나하나씩이렇게배우는스타일이고다른악기는글쎄요기타는코드정도만잡는정도宋在林果然专业，会特地为了角色去学不同的技能，就像他将在新剧中饰演实力出众的排球选手，也会特地的接受专业的排球训练哦。아니요배구를잘못하는데 이번에드라마때문에배구를하게됐거든요근데저한테맞는공놀이를찾은것같아요노출신젊은층들이보는거기때문에뭐진한노출신은없을텐데요일단배구복자체가짧은반바지에낯이어서맨살은많이보일것같아요 Yes, 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